今天下午呢，我们有幸的请到了西瓜视频三农创作人、昔日作者乌英嘎，他的头条号叫草原印象新民国乐，为我们来分享他的故事。大家好，请班长有点激动，我们的老三肯定是看到了我这种。大家好，我叫吴英嘎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离我家乡2000多公里的美丽的青海遇见各位，然后还要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，让我非常非常高兴。我在想着下午的课程是比较乏味的，大家应该都困了，想要自己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，没想到自己也非常困，我有高反了，所以上午去欣赏了咱们这儿的油菜花的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回来的路上就一直睡到酒店门口，司机师傅把我叫醒的，说到了快到了，看下阵子。然后这个是我过早的一些情况，我也参加过各种的网红大赛呀，还有微视频创作大赛呀。工作完成啦，今天有各地的很多个学员，然后甘肃啊，他们青海这边呀，还有我们内蒙古到来的也有，我就碰见奥多哥了，圆满完成，我觉得是圆满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懂，这是一个分享工作的分享吧。然后完成之后，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回去了，我们就吃饭之前逛逛这附近。哎，豆豆，应该六点。那个，六点。哇，这是古市镇吧？很美的地方，我们靠近看一下。你在偷吃吗？听说这里有各种小饰品，还有纪念品这些，然后有一个店的店员给我们推荐的这里纳都广场，这儿有表演啊！这刚刚这个跳舞的，我以为是像我们那儿的这个秧歌啊，或者安代舞啊，像这样的广场舞，他们是跳着玩的。原来是有这个表演哈，生活真的是好惬意啊。原来是纳顿广场，然后纳顿的风情街，穿过那个风情街之后，我们再找车找那个
的车的过程当中看到我们酒店的这个字，然后就走过来了。原来从酒店其实不需要打车，穿过刚刚那个听科酒那边那个小湖边就可以去到了。什么也没买，然后回来了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好好去逛逛，下次再来。西瓜视频搜索草原印象西林郭乐，进入我的首页，再点击我要加入，限时半价的优惠，加入我的粉丝团支持主播吧。